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又去买吃的了，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钱。今天呢，我去上商店的时候，Costco 的时候啊，Costco 人，没有排队，就是进去以后你要戴口罩和要戴上手套，然后呢，人没有那么多了，没有那么多，然后他好像放的人也多一些。我今天在 Costco 买了一些，买了一这个虾，这个虾是。两磅的虾，好像是大约10块钱吧。这个是里脊肉啊，这个里脊肉呢挺好的，这个里脊肉是，2.49块一磅，然后这一块呢是21块吧。然后买点这个鲅鱼，这个是1.49块一磅，然后这个呢是澳大利亚的羊腿肉。是多少钱呢？4.89块一磅，这一块是25块钱，这一大块。然后这个鱼呢是2.99块一磅，将近5块钱这一条鱼。然后再看别的啊，这个是在Costco 买的牛奶，牛奶呢这个是2个加仑在里头，2个1加仑的，就是2个加仑吧，是大约5块钱左右。这个鸡蛋是 Costco 的5个 dozen，总共好像是60个鸡蛋，8块多钱。然后这是杏子到了啊，季节又到了。然后这是9.91磅，在韩国店买。香蕉是在 Costco 买，是1.19块这一把，它大大小小不一样，大约差不多7、8个吧，一扎在里头，1.19块。大蒜是在韩国店买的，是2.99块，这五个哈，五个这是。然后呢，这个草莓呢是1磅1盒，2盒1块钱，就是5毛钱一盒，这1磅的草莓，5毛钱一盒，真便宜是吧？这个呢，蓝莓呢，蓝莓是，我看看是多少磅啊？这也是，这个好像多于一磅，18盎司，16盎司是一磅，多于1磅，1.49块这一盒，我今天买了3盒，因为它特别便宜，太便宜了。然后这个是葡萄，这个葡萄是5毛钱一磅，这个呢是在中国店买的，就是年糕，做年糕用的那个碾米粉，手套呢这是300个在里头，300只手套在这里头是10块钱，在 Costco 买的。西红柿也是在中国店买的啊，是1.29块一磅，买了5个。然后这个面条很好，在中国店买的是那个叫这叫什么荞麦面哈，荞麦面，2磅，是3块多钱，非常好这面条。胡萝卜是韩国店买的，5毛钱一磅。韭菜呢是在中国店买的，这韭菜非常非常的好，我每次都上那个中国店去买去。韭菜是2.49块这个韭菜，一说韭菜就是好像说中国人是不是这个韭菜特别好吃，这韭菜是2.49块，就2.5块一磅。平常都是比较便宜，它就现在好像他说稍微涨价了一点儿，因为好像这个。好多人都不干活了嘛，这个菜花呢，这一个菜花它是按个算的啊，这一个大菜花是2块钱，然后你看这个醋，中国的这个醋，镇江香醋啊，韩国中国店买的1.69块这一瓶，然后这豆腐呢，非常好，这个豆腐我喜欢这个豆腐，这个豆腐是1.29块一盒。这蓝莓还是那个啊，蓝莓是1.49块一盒，这个是，5毛钱一盒。香蕉、葡萄都是重复的啊。这个洋葱是2.5毛一磅，我买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几磅，我就挑了一些，2.5毛一磅。然后还有李子啊，李子也是1.1块一磅。季节到了，哎，这个东西贵啊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蒜苗是吧？蒜苗是5块钱一磅，韩国店买的。这个呢，organic 这个豆角啊，organic 就是绿色的吧，绿色的对吧？
这个豆角这一包是，这一包是多少呢？1.5磅，680G。这一口袋是1.49块，然后这葱呢，这小葱呢，看这个，这个葱呢是五把1块钱，我就买了1块钱，它凑个整吧。然后豆芽呢，这个豆芽是这一包豆芽是1.29块，然后这个是在 Costco 买的，Greek yogurt organic。这一盒好像是将近6块钱吧，5块多钱。这个非常好，这 yogurt 就是那个是 Costco 的 yogurt，希腊 yogurt，希腊的那酸奶啊。然后这个是叫什么角瓜？我们大连人叫角瓜，这个是5毛钱一把。然后这个是梨，这梨是5毛钱一磅。这个还是这个咱刚才说了，这个3块多钱，这个荞麦面条，然后这个小瓜，这小瓜很好吃，这小瓜是3毛钱一磅，就是3磅1块钱。这个就是这瓜叫什么玩意儿？这倭瓜是什么玩意儿？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那个是甜甜的那个香瓜，是不是？这个是5毛钱一磅。然后我还买的茄子，那这个茄子是6.8毛一磅，好像6.9毛一磅。然后还买的这个小的这个小菜头，我也不知道它叫啥。这个是这一口袋是1块钱，然后再买了一个大的圆白菜，圆白菜好像是6毛钱一磅，这星期涨价了哈。然后我买的这豆角，我特别喜欢吃豆角，所以这豆角很便宜。1.49块，这一这么多，所以这星期又买了好多菜啊，还能吃1-2星期吧？看看这么多，还有鱼还有肉的，差不多总共花了200块钱，我觉得至少要吃2个星期吧。好了，就讲到这里啦，又得把这些菜要搁起来，想办法搁到冰箱里去。好了，再见啦，拜拜。